那个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说那个我五哥，说那个掉沟里去了似的。他们现在就是吴飞人去世了，就怕我们回去争财产，现在就想先上一步，就想把财产霸占了。这个保险费呢，他不应该拿这个保险费，应该是由我们拿。包括我们都受的委屈太多，我们的付出真的很多。画面中的男人名叫张新布。2019年3月2号，张新布被发现意外溺水身亡。3月26上午哈，我们都听到那个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说那个我五哥，说那个掉沟里去了似的。我们等到现在，我们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好像一直都是这不是真实的，好像。张新霞是死者张新布的妹妹，她告诉记者，他们兄妹几人至今都无法接受张新布溺水身亡的事实。张新霞说，张新布在家中排行老五，早年间因为家里十分拮据，张新布迟迟没能娶妻，直到2000年左右，张新布才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顾少芝。他当时也没同我五哥也不同意，这我大姐什么的也说，父母都去世了嘛哈，就是你找个伴儿，那个就是大伙过日子吧。张新霞说，张新布起初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因为顾少芝不仅离过婚，而且还有两个孩子，女儿跟着前夫一起生活，儿子张长强则跟着顾少芝。在大家的劝说下，张新布才最终答应了娶顾少芝为妻。当时他的儿子是11、12岁吧哈，也正是用钱的时候哈，就是上小学啊、中学、大学，就是我五哥很拼命挣钱，就是拼命挣钱给他们花。张新霞说，张新布刚结婚那几年，夫妻两人的感情很好，哥哥也把顾少芝的孩子视若己出，拼命赚钱供孩子读书，因为住得近，他们兄妹几人也时常过去搭把手，日子过得也算是幸福美满。可这一切却在2011年突然变了。真正变心了，就是我五哥受伤以后。我五哥受伤以后呢，这不是就是在那个青岛住院嘛哈，在青岛住院呢，他就是什么也不伺候我五哥，他还了解一个什么？了解就是当时哈，人家一个，就是伺候病人的男人哈，那个是个也是没有老婆的。他当时了解那么一个情况呢，他就让人这个男人把他带走。人家当时这个男人因为没同意，你看我五哥受那么大伤哈，你不可能做那样的事的哈。张新霞说，2011年5月，张新布不幸遭遇了车祸，左侧小腿截肢，损伤程度达到了6级。可就在张新布还在住院期间，顾少芝便偷偷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我五哥住院回来吧，他也没好哈，就是他也不给打针，也不干什么的。我说你给他打消炎针啊，那是都天气很热了。我说你不打消炎针，那么发炎厉害不行哈。他不给打，他说还打什么针啊？反正也不能干活了哈，也不怎么样的，是不给打。让张新霞兄妹几个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2015年，顾少芝居然撇下张新布，带着儿子一走了之。此后的这些年，张新布的起居都是由他们兄妹几人照顾的。张新霞说，张新布溺水身亡后，他们在保险公司处得知意外身亡可以获赔60000元的保险金。按理来说，张新布是他们兄妹几个照顾的，身后事也是他们操办的，这份保险金就应该由他们兄妹几人领取。可现如今，平日里不曾露面的顾少芝母子二人却突然现身，想要领取这笔保险金。张新霞兄妹几个觉得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就是我们兄弟怎么照顾我五哥那么长时间，还得最后呢，他也没送我五哥一程，保险费不应该由他领取，还得就是那么些年哈，都是我们兄弟咱们就是没少出钱，这个钱哈应该就是。张长强哈，这个赡养义务他应该做到，就是我们想要这个赡养费。2019年10月，
张新霞、张新粉、张新团兄妹三人将张新布的妻子顾少芝和继子张长强告上了法庭。按照规定，我们需要的理赔条件意外死亡的话，那只要提供给我们这个死亡证明。据我所知，这个证明需要死者的老婆孩子到村委会去开，他开不出来，我们肯定赔不下去。我们需要我们的理赔手续嘛，对吧？这一块，但那赔不到，我们只能建议呢，你们走法律程序去解决这个事情。2019年10月，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海头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海头人民法庭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张新霞、张新粉、张新团与被告顾少芝、张长强无因管理纠纷一案，现在开庭。法庭上坐在原告席上的三人分别是死者张新布的哥哥张新团和两个妹妹张新霞、张新粉，而坐在被告席上的正是张新布的妻子顾少芝和继子张长强。首先由原告发表一下质证意见。下面开始法庭调查，原告方首先陈述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原告方向法庭陈述，2011年5月，张新布因交通事故受伤，丧失劳动能力后，两被告对张新布不管不问。2015年，被告离家出走后一直未归，张新布由原告几人共同照顾。2016年，被告对张新布提出离婚，法院未判决离婚。后2019年3月1号，张新布意外溺水死亡，由原告几人共同办理张新布丧葬事宜，被告两人却一直没有出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张新布应当由被告抚养与赡养，原告等人支付的抚养费、丧葬费等应当由被告承担。鉴于此，特起诉至贵院，请求贵院判如所请。完毕。二被告发表答辩意见。张新布从未丧失劳动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是否丧失劳动能力，依法应当由专业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予以鉴定。原告诉称张新布丧失劳动能力，显然没有法律依据。被告辩称，事实并非原告口中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张新布生前不仅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维持良好的生活水平。而张新布死亡后丧葬支出的费用也是出自张新布的遗产，而并非原告三人。2019年3月2号，张新布在河边被意外发现溺水死亡，原告向出警的公安人员谎称张新布无妻无子。在张新布出殡以后，原告将所有的遗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存款等占有。采访中，被告张长强告诉记者，在得知自己和母亲被告上法庭时，他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和难以理解。张口跟我们要这个10万元钱，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种情况我们也比较惊讶吧。张长强说，由于他平日在外地工作，所以没能及时得知继父溺水身亡的消息。而当张新霞等人打电话通知他时，张新布的后事已经全部处理完了。他要打，只要是有一个电话，我肯定是立马请假就过去了。因为现在这种义务我肯定要尽的，而且现在的出殡费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说我肯定不会背着这个不仁不义的这个罪名。至于张新霞口中所说的事情，张长强则表示，那纯粹是子虚乌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母亲和他对继父都可以说是照顾得尽心尽力。他们说，比如说我妈爱说在青岛照顾他一段时间，说又看好一个男的要跟人家跑了，这简直是侮辱人啊。后来说我妈妈这几年同他出车祸都不怎么照顾我妈，这几年怎么说他出车祸这没有说闹到分手这一段，没有闹到起诉离婚这一段时间都是尽心尽力照顾的。我每年我都是回去的，给他买东西买酒买烟的，这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张长强说，继父去世后，张新霞等人在得知张新部有保险金时，还隐瞒张新部有妻儿的事实。在他看来，张新霞等人的这一举动就是为了将继父的财产据为己有。他们现在就是无非人去世了，就怕我们回去争财产，现在就想先人一步，就想把财产霸占了。我们之前是本来是什么都不想要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说有一个案件，说你是不是他的一个养子或者说妻子吧，来跟我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这个保险这回事，我们才知道。张新霞说，顾少芝的离家出走对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的哥哥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究竟谁的说法更为真实？法庭上提及张新部，顾少芝的情绪有些激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来，现在重点问一下被告顾少芝、张长强啊，特别是张长强，因为你母亲情绪比较激动啊，这个有些时候呢，你可以替他讲一下啊，当然顾少芝也可以讲，但是不要太激动啊。来问一下，就是这个，你们认为哈、啊，顾少芝与张新部分居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喝醉酒就老打我妈妈。就是喝醉酒之后就会对你母亲产生实施家庭暴力，打你妈妈，是这意思对是吧？是的。就只有这一个原因吗？只有这一个原因吗？有没有别的原因？对，这个就是主要原因啊。那顾少芝也是这个意见吗？他就打我的，我想跟他过，他不想跟我过了，我也不知要来要横了。来，这个原告说一下哈，你们认为这个张新部和顾少芝分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他想给我五个的那四万元钱哈，借早上上哈，带孩子没路了。啊，当时但是他没有拿出来，他就生气了。就走了。采访中，张长强告诉记者，其实他们母子二人离家出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继父酗酒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母亲动辄打骂。喝醉以后的话就像变了人一样，就会经常有这种家暴呀打我妈的这种情况。就是晚上关在屋里面嘛，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就是挠痒的那个木头棍子嘛，就经常用那个打我妈，还有什么薅着头发啊，反正就听着屋里面这个惨叫啊，声音也是特别这个严重啊。有时候喝醉了就根本都没有意识了，就是家庭一些琐事啊，就也会打。张长强说，那个时候母亲考虑到自己还小，再加上继父酒醒之后，也会向他们母子二人道歉，并且保证不会再犯。就想忍耐着好好过日子，因为他出车祸又什么不干，就在家里面酗酒，据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了，就是怎么说呢，半柄加力吧，就是说打的我妈实在受不了了。我自己呢，常年在外面工作，每次接电话，要么就是打我妈妈，要么就是把我妈，就是说，赶出去了，等这些情况，就到最后导致我家里电话我都不敢接了，接的话就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着，直到有一次继父不知道在谁家喝的喜酒，回家之后就关起门来打母亲，母亲逃出来跑到娘家报了警。也就是这次的事情让顾少芝动了起诉离婚的念头。就是不管他们俩人怎么样，反正感觉不能在一起过了，这样天天我也没心情干工作了我们这天天的心情都不好，天天担心受怕的，所以说就想起诉离婚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法院的话，他判这个离诉官司吧，他可能考虑很多嘛，因为他有一小腿截肢，可能会有点同情吧。还有另一方面说，可能没分居多长时间，可能也不支持判决吧。具体我不是太很清楚。虽然两人最终没能离婚，但张长强害怕母亲继续和继父一起生活还会挨打，便把母亲接到了身边。采访中，顾少芝的女儿也说，这些年来母亲的艰辛和不易她都看在眼里。包括我们都受的委屈太多，我们的付出真的很多，就是平时哈，我对象还有我，包括我的婆婆说哈，你们不是亲生，你得对人家好一点，好让他对你的弟弟对你的妈妈好。然后哈，每逢年过节或者说一有时间就去我们家，那时候他们有小船，我们都带很多海鲜给他吃，然后还过节的时候必须得买好几箱酒。
就这样还得给钱，不然他就会在我妈面前说些难听的话，甚至骂，中了就打，就是这样。顾少芝的女儿还说，自从母亲嫁给张新布，家里几亩地的农活是妈妈自己做，为了帮母亲减轻负担，也害怕母亲遭到继父的打骂，自己常常放下尚在吃奶的孩子去帮母亲干活。对于张长强姐弟两人的说法，张新霞表示不认同。如果我五哥天天打他，他天天挨打啊，打得那么厉害啊，你说他还定婚吗？你根据这个他说的都不是事实。双方当时是否同意在本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原告，你们是同意调解。被告同意调解。基于原被告同意调解，本庭转入庭后调解，如调解不成，将根据查明的事实择日宣判。双方当事人核对笔录，如对笔录无异议，签字确认。现在闭庭。来，你扶着，我们进去，过进去，我跟你聊两句，好吧？哦，好。行的。庭审结束后，经过庭审法官的多方调解，原告张新霞、张新粉、张新团自愿撤诉，并自愿放弃本案中一切诉求，以后也不再主张。除保险款项以外，被告顾少芝、张长强自愿放弃对张新布的其他所有遗产的继承权，